刚呢在坐捷运到了台北车站，换高铁准备来去嘉义，预计呢要去阿里山要来看云海。那我们现在就搭车准备出发。这次住的是高山青年饭店，然后饭店很贴心的就是有安排接驳车在转运站这里，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换搭接驳车去饭店放行李咯。高山青饭店完成了 check in， 订晚餐，落日跟日出的行程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去吃午餐。六元车到昭明车站出发。现在在昭明车站，然后现在呢打算绕一圈神木区。往从昭平车站走到香林神木区的路上，然后在路上呢遇到了这一片樱花林。然后阿里山的樱花呢，就是一月初中旬，已经有半开，还没有到全开，但已经有一些已经打开了，还蛮漂亮的。应该过年左右的樱花应该是最漂亮的。大家那时候有来阿里山的话，应该会看到满开的樱花。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喽。走到了那个巨木区，然后这看到超多神木的，然后现在呢要慢慢的往那个高山青的饭店前进，然后我们要去看落日哦，出发。
山的大哥跟我们说，这也叫做三星山的观景台。然后这边整片都是云海，然后他建议我们呢爬上步道，可以看360度的景。所以我现在要赶着夕阳下山之前赶快上去。准备呢，要跟着放电的行程搭小巴士去玉山国家公园看日出。然后我刚刚其实已经从下面走步道下去，然后再走上来，其实都是楼梯，下去蛮轻松的，但是上来其实蛮辛苦的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所以大家如果来这里的话，记得要调整一下呼吸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这个看台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要上车去看日出喽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看日出的那一个平台，然后人超多的，大家都在等日出。然后刚刚司机大哥说那个云层有点掉下来，然后日出可能会有点不妙，但我还是试着等等看。抵达了奋起湖老街，然后现在奋起湖老街逛逛，然后随意晃晃之后呢，等一下呢就会去找间餐厅吃奋起湖便当。好烫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哦。
吃完便当喽，现在去吃个甜点。再来吃爱玉。我点了一杯仙子爱玉，然后它里面就真的有一个金子，然后它的爱玉其实蛮多的，然后是这样子的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